这个病人他去哪里了？你说李小姐吗？对啊。她今天办理出院了，这封信应该是给你的。我没有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，我到现在还无法接受事实。前阵子身体有些状况的时候，我一直不敢面对，甚至侥幸觉得不会那么严重，只是没想到该来的还是躲不掉。小静，你干嘛啊？你很奇怪。你什么东西啊？是她男朋友，前男友。你是欠揍是不是？我今天就是要打走。哎，你不要管我那么多好不好？我不会回家。不管我变成什么样都不关你的事，我想看到你，你走。你就是要带他走，你有种就打死我。就不能做英雄，是本色我的本色，他必像马可呆中。Oh dear mommy， 你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所以先别吵你一下，我先做个白日梦。谁说 Kiki 一定要粉红？谁说摇滚一定要摇头？谁说好死不如赖着活？我要活要认真活，要死要死的快活。想做什么做什么，小静，你怎么会在这边？我肚子饿了，我想要吃早餐。你吃过了吗？我吃过啦。我没有吃过。哦，我刚在家有吃一点，但是我还可以再吃一点。伤口还痛吗？你说这个、哦？嗯，不痛啊。你看，哦，哦不痛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都可以啊，你想吃什么我就想吃什么，我带你去。哎，等一下啦，我们散步去好不好？反正不远。好啊。小心，谢谢。谢什么啦？谢谢。你干什么啦？好了啦，不要哭了啦。你不要误会哦，我现在还不是你的女朋友，我现在只是你的朋友而已，而且我是因为你受伤才来关心你的。我知道。但是我，谢谢。好了，不要哭了啦。好了，不要哭了啦。等一下吃饭，你这样哭怎么吃啊？你再哭，我们就不要吃了。那我不哭了。我还不是你女朋友，你不要误会哦。我知道，谢谢。
喂 ，Alpha， 我是莹啊 ，Lisa 不在你那边。这样，对，因为我找不到他。OK， 谢啊。其实最近酒喝的也少，夜生活也不常跑，想说买辆小车来代步，这样。兄弟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心不在焉的，你闷闷不乐很久了。没有啊，你是当我不认识以前的你，跟现在有差多少，你知道吗？也还好吧。兄弟，你知道吗？车头这个人哦，他虽然有时候神经兮兮的，不过他讲的一些话还真有道理。你是泥科哎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？半夜还怕没饭炒吗？打起精神，来来，看球，笑一笑一。为什么我逗你笑？加油！喂，怎么样？找到没有？没有，我怎么找都找不到。啊，他已经失踪一两天了，你觉得我们要不要报警啊？他都没有跟你联络吗？没有啊，想说你知不知道他可能跑到哪里去了、啊？我要是知道他去哪里的话，我干嘛还找那么辛苦啊？哎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啦，他有没有可能跑到一个没有人知道？但是对他来说又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啊！哎呦，我不知道啊，怎么办？他到跑哪里去啊？盛言，喂，我知道他在哪里了。先这样，拜。这样，你记性真好，居然知道我在这。为什么一个人躲在这里？我知道我躲不过死神，但我总可以躲过那些我不想面对的事情。难道我也是你不愿意面对的吗？我知道医生说情况很不乐观，能治好的几率只有10%，但这也表示我们还有10%的机会啊！为什么你不愿意试一试？就算不是为了你，那就不能为了我吗？其实为了
才放弃了10%。我看过那些受过治疗的人，他们最后不是皮肤溃烂，就是头发掉光。我不想让你看到我那个样子，我不想让你到最后连我都认不出来。我从来就不在乎你会变什么模样。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，好不好？再说，我要走。不行。放手，我现在很累，我现在没有力气可以撑这个。你不走，我才放手。你说过，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我身边。为什么你现在要离开？因为你的关系，我改掉了我的坏脾气，也改掉了我糜烂的个性。我都可以做到了，为什么你不行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让你看到我丑陋的样子。我想让你记住我最漂亮的样子。难道这样不行吗？做什么决定，我都要陪你到最后一分一秒，好吗？喂，我要谢谢你啊！上次牵线那个恩恩啊，他不错哎，身材又好。没有啦，恩恩条件自己也很好。对了，那个恩恩今天要飞上海哦，那后续有什么事情我会再跟你联络。今天？是啊，我没有跟你讲吗？我有气没有给你哎。不是下礼拜吗？怎么样，忙着把妹没时间收 email， 还是收 email 要看年纪啊？姐姐发的 mail 都不收就对了啊。不是啊，我好啦，我告诉你，我挺忙的，我还要忙着开会，之后有什么事情我们再联络。OK， 好呗。嗨，我的倪大军师，再过3个小时我就要飞上海了，所以写了这封 email 给你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看得到。我没有谈过恋爱，但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应该是喜欢我的吧。无论答案是不是，
我都还是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虽然我们两个可能就是没有缘分吧，呵呵。辣嘿！不过没关系，我答应你，不要玩了。万一哪天你不小心死掉了，我还是会去参加你的葬礼的，而且会送很大束的花哦。嗯嗯。对不起，我真没有办法。你今天真的很奇怪，是不是喜欢谁？叫我二云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就知道，很明显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女人第六感超准。算了，我弄一个好没有感觉哦。可安，我还有事。可以先走吗？有事。找事啊，找江恩吧。回家。快去啦！谢。生了男的，我们就继续生，直到生到两个女儿为止。哇！喂。
应该是上飞机了。祝你一路顺风啊。嘉恩，你怎么在这啊？你在这干嘛？不是，充电啊，没电了。不是啊，你不是要上飞机吗？我还没。你来这干嘛？之前对你说那些话是我不好，我会说那些话是因为我害怕。害怕什么？我喜欢你，我想你当我女朋友。这算是在跟我告白的意思吗？那你之前跟其他女生也都是这样告白的吗？这是我第一次，所以我觉得这样还蛮糗。真的蛮糗。那你愿意吗？那你登机前先陪我去买个东西。什么？机票。你要跟我一起去？嗯。可是这我就没有地方坐，你就要跟我同居，我还没有准备好要同居，不行吗？哎，你在说什么？谁要跟你一起住啊？我自己在上海也有房子啊。啊。好了，你知道登机吗？快点把东西收一收了，来不及。你去超市买瓶臭豆腐，给我像亲爹一样伺候的。妈还不你再说一次。男朋友还挺多呀。我到底遇到谁了？白晶晶还是紫霞？你走了，八戒。不瞒你说，早就想试试周芷这小子的长短了。孩子名我都起好了，叫熊啾啾。TV.
是，你买了没？还没。还没买？还是给我看屁眼、给你五分钟，下次去买，你死定了。哦，还要杯珍珠奶茶、手机。哎。我的东西都好了，在这里。雷电手机搜索上面有一堆武侠小说，要多少有多少，而且下载速度超快。真的？嗯，你好棒哦。那还用说？我的珍珠奶茶呢？忘了，还不快出来！你这个行为该不会是所谓的绕跑？不是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我怎么舍得绕跑呢？那就好，因为昨天呢、是我第一次哎。哈？这个有好笑到，有整到我。真的。算一下，好像是排卵期。你昨天又没戴套。我们昨天晚上那么开心，应该可以成功着床吧？哎，所以这样真的会怀孕哦？废话，排卵期耶。女生的排卵期是多久来一次啊？你以前上课都没在听哦。排卵。你看，哇塞，哦，哎，很多资讯哎，哎，所以你的排卵期过了吗？关你屁事啊！找死！哎，等一下，这是我自己来，我最喜欢自己来。Shopping chance.